五府的这个教头们，今天吧，这个很抱歉，身体身体还好吗？好。我们这个会长啊，口罩急，这个车子他这个不熟，他十点半就出来了。我现在呀、就开始了，把这个今天呢办的这个程序呢，这个给各位，我要讲的话，先讲一下，这个今天呢，他今年可以打电话。